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王星浩六段对陈嘉瑞初段的对决。那王星浩我们大家应该已经比较熟悉了。对。啊，首先他是围甲队的主力。嗯。然后他跟这个新人王赛也是颇有一点渊缘源分啊，有点缘分，因为他是在去年和这个前年都进入了决赛啊，但是输给了同一位棋手啊，输给了涂小小雨雨对对，啊，有所以点印他象。拿过两次新人王赛的亚军啊。但除此之外呢，他是在去年拿到了这个 U20 的国际新锐赛的冠军，还有一个是在网络端进行的比赛。对，啊，他是战胜了申真对，虚，啊，2-1战胜了而且申这真翻虚，旗这个太厉害对，拿到了冠军，所以他绝对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新锐。了，应该是急速上涨的一个状态，对，那么他应该也是在04年这批棋手里面算是领头的棋手对，了。是因为他这个能战胜申真旭，并且能翻旗战胜，我觉得应该是。有这个要担当起这个是。位置的，没错。那这个他的对手，哎，这位棋手我们俩应该都不是很熟不悉。是太熟悉，对，陈嘉瑞初段，他是去年定段的新初段。才刚定段，但是他年龄非常的小，是出生于2010年。10年啊，12岁不到，是的，非常的小。那确实希望之星，对，也是我们的希望之星了啊。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这盘棋啊。陈嘉瑞的黑棋，白棋是星小目，黑棋也是星小目啊。黑棋选择挂角。这盘棋陈嘉瑞这个，白棋挂。棋哦，陈嘉瑞这个下这个棋之前是先经过了预选，进入的这个正赛。哎，新人王，我记得以前下还没有预选，但这现次，在是不是这个符合条件的棋手比较多？是的，看来中国这个优秀的年轻棋手也对，是越来越多了，是的，所以这个陈嘉瑞是经过了预选赛，然后进入的这个正赛，然后黑棋飞压，白棋爬完了跳，黑棋拖，拖，但是拖完了这下一步这个力，棋。对，对，这个已经算是比较少见的这个定式了。在最早，可能在我们学习那会儿，还有过，还有过这个一个算是定式的一个分支的一个定式，一般都是退嘛。但这个近年来好像下的人越来越少。对，不知道是，是不是陈嘉瑞自身有什么对于这个局部的一些研究？那肯定是有，我觉得，不是。然不敢在这个正式比赛上面下这对个对棋，对，一定是有过比较深入的研究才会去下的，那接下来白棋的下一步棋呢，是在这哦，里直接挡，挡住哎，了，这步棋我觉得也是蛮少见的，对，一般好像是接上或者并一个，这两个定式，这个直接挡下来，这个可能是因为这边有子吧，这个王星浩也不怕作战，所以正常感觉粘完脱先或者甚至直接脱先感觉也还好，对，但是挡下来。也展现了王星浩的这个力量，是的，要跟他直接硬碰硬。气势很足。对，黑棋断，长，白棋长。就是白棋敢这么下，主要原因在于这是牵手棋，所以他不怕战斗。是，然后黑棋长，白棋跳啊，这个角上是有一个扳的。对，这个是必须要补，而且对，补还不好补。实际上这个病其实还是有点。是，总觉就有点痛苦。这个效率好像看起来白棋还不错的样对，是的。毕竟黑棋这个棋盘上出现了这样的并排的两个子的对，时候，总是，效率上有些不堪。对，好，白棋贴起来，贴起，黑棋跳。白棋长，贴出，对。黑棋双，白棋再跳。这个应该都还挺有必然性的这一串，黑棋跳，白棋补回。那其实这个棋就是白棋这个和黑棋这个的对跑对，下面白棋是安定的。对，这个棋
我觉得如果说没有这一串，拿开不看，单看局部，我觉得黑棋是不太行的。嗯，因为这个感觉白棋的控比黑棋还要多一点。嗯，如果这几个子没有，对对对，而且这个也没比这个强，白棋一步跳下来，将来还能刮一刮黑棋，黑棋还有点难受。嗯嗯，但这几手呢，可能黑棋还是有点小小的便宜的，就白棋的联络呀，或者说子效啊，没有那么好。嗯，将来甚至。这个将来还有这一类的味道，还有可能有这个冲击的手段，是，所以黑棋才应该算是能下，嗯，不然的话黑棋应该亏了，嗯，黑棋跳，黑棋跳，嗯，白棋跳，嗯，黑棋飞，嗯，哦，这个时候白棋跳出来了，嗯，哇，这步棋，白棋这步跳很大吗？这个刚才我也在看，黑棋应该是有什么之类飞的之类的。哦、oh, 这个接下来如果挡的话对我就搬下来那我还是先搬住吧甚至。嗯嗯。那如果说我这个棋白棋不敢脱先我必须把这下拐掉是吧对那拐掉的话我就那这个对你就冲完棋还是先手对这个有点。有点舒服。有点接受不了。嗯嗯所以白棋得补一手。嗯白棋不补的话这个地方有冲完了家。对对对、嗯、这个冲了家可能不行有点要命。嗯嗯。所以这个飞风非常大，对，哦，这个跳也是防止这个里边的借用了、嗯，也是把黑棋彻底分开了，嗯，还是挺有必然性的，嗯，只是这个跳和这个贴搞不清哪个好，贴可能更厚一些，嗯，跳呢就对这边威胁大一点，嗯、但是搞不清，感觉贴也挺有心情的。要是我的话，我会选择贴，对，更，毕竟贴也更实在，对，更安全，对，这个地方什么以后也不会遭到它什么冲完了断之类的各种的借用、啊，包括脚上拖的时候也有区别，嗯嗯。但这部戏也能看出王清浩很积极啊、嗯、要搞这块以后说不定我还要点上来之类的、哦、直接点过来对对对、威胁你中间这一块棋、嗯、这个确实是这个可能我觉得就是风格之分吧、可能安全一点觉得稳健一点的棋风就贴一个嗯，稍微激进一点或者稍微这个好战一点就你有想法的对对对、是的对、那看得出来这个我们是属于稳健型的是是的不要欺负我们就好了王清浩确实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因为很有力量对在野狐上面我也有的时候也跟他下下棋我感觉他棋计算又快、然后又非常的凶狠那确实不太好对付对对对、好那么白棋跳的时候黑棋跳这应该这步棋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嗯感觉上正常的，嗯嗯，毕竟白棋走了一个，你给点面子跳一个，嗯是，也是合理的，没错，嗯啊，然后白棋挂角，嗯嗯，这个挂也是，如果真的是像正常挂的话，黑棋甚至有可能直接拦腰截断，哦，对，这样白棋看起来有点困难，就这块棋有点危险，嗯，所以这个虽然说挂的没那么彻底，没那么这个。这个捞取实地，但它毕竟还是联络保持得很好。嗯嗯，那接下来黑棋是拆二，这个确实，如果黑棋在这边硬的话，白棋这个飞下来，对，这个直接这个孤棋，对对，孤棋变目，对，捞得很爽。而且他认为这个棋可能有先手味道。嗯，如果你胆敢脱先不走的话，这个地方什么是不是点过来了就？哦，直接还是要把你断开，挡我一顶，还是有这种可能性。是，嗯，所以白棋跟着硬，他就当先手便宜了，不让你这个走成一个很舒服的堡垒。嗯嗯，然后 A 七，收脚，白棋这个时候选择脱先了。对，这个棋反正也死不了。嗯，哦，那下的话也不太好下了。这个、下的话感觉知道吗？脚底拖，但那个会发生什么也、会不会发生战斗啊？对，如果你搬这边，那我退就还行。嗯，如果你搬的话，我可能现在都不一定敢进脚了，可能要断你。嗯，这个争取压缩一下你的脚。嗯，不走的话，那就是黑棋接下来一会儿小尖的话，或者说怎么攻击的话，甚至点过来，这个角不知道能不能进得去了啊。所以这个地方，白棋暂时没什么事，对，暂时脱先了，走了这个脱先，黑棋就是尖的，点完一尖，这个就是高级的攻击方法，对，一边手控一边威胁着你，这是最好的一种方法，是的，那白棋要补了，对，跳出。
这个白棋还是比较稳的哈。对，该防守的时候还是要防守。再不防守，这可能有点欺负人年轻棋手了。就算力量再大，也不能这样欺负人，是吧？说到刚才年轻棋手的时候，感觉不太对，因为王兴浩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嗯，对对对。只是跟那个黑方这个陈嘉瑞比起来，对对 对, 对、是。那确实还是年长。一个是04年，是吧？对。年长6岁哦，那还是有点这个什么的。没想到我们都已经是老一辈棋手了。是。好，那这个该稳的时候还是得稳啊，这个就是高手的风范了。嗯。然后黑棋这个时候跳，继续对白棋造成压迫。嗯嗯，对。然后白棋脱线了。哦，白棋是有点像松一步紧一步，是，对，棋脱线了。而且尤其是我觉得，在他是在已经没有说特别好的选点的时候，对，他会去选择脱线。因为再走任何的点的话，好像都有被黑棋先手这个便宜的感觉，这个头走过来还是很大嘛。是的，包括这步棋也很大。所以如果说一是像范老师说的没有明显的棋，二是确实也再走的心情实在是没有了。嗯嗯。哦，那么这个白棋现在脱先又抢了一步。嗯，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年轻人该有点上火了？我觉得这个白棋居然又脱先了，怎么也得搜刮搜刮它。对，点上来。点。嗯，这个棋啊，我觉得这个点我的第一感也在这儿，所以我相信以王兴浩的实力，他肯定想到了，他应该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应对方案了。那这个第一感就是，首先我点完之后加强嘛，其次。让你缩小眼位，对，缩小你的眼位，所以这个王兴浩应该想到了。嗯，从他实战的那个招法上来看，我觉得也是。嗯，他冲一下应该是不太亏的，然后再一靠，这个招像是嚯，对，有备而来。对对对，像是有备而来的。这个地方如果黑棋去虎的话，那么他那就一退，这个长安的先手，对，等于说我先手防住你这个冲断了，然后我这个地方再一走，我基本上就活了。对。啊，因为本身单刺的话，这个贴是不可能贴着的。嗯，这将两一穿嘛。嗯，那现在如果你是那么虎，那我退就等于我走着了。嗯，所以黑棋，我觉得不肯走这边。啊，这手棋不错呀，我觉得他这个靠，对对对，这步靠其实蛮难想到的吧？嗯嗯，所以我就说他应该是在点的时候应该有这个，他不可能说我到这个地方，我这个再开始思考，那应该就不是职业高手的。风范了，应该是早就有这个准备。姜还是老的辣，这都已经什么套都用上了，这不对，这不对。这个年轻棋手都很年轻，两位棋手啊，都很年轻。但是这部棋确实让我会感觉白棋好像很有这种深谋远虑的这种老江湖的感觉。对对对，因为他也是在这个最近这一年，其实王兴浩。因为我也在上海队待了挺长时间，他也是上海棋手嘛，其实很了解，他是确实是非常努力非常用功，而且明显的感觉到他的这个成长的步伐极其的快，所以可能也许我们去年看的可能还不一定有这么的成熟，但是现在可能已经尤其在跟那个申真旭下完那个三番棋，估计他整体对自己的这个期望以及平时的用功会应该会更上一层楼，我觉得。是的。所以有的时候是，一场比赛的胜利对于棋手来说也是信心上的一个提升，对，对对这个也很重要，是不是？对，是的，是的，尤其是战胜的，现在基本上是数一数二的棋手，肯定。我觉得这个普通赢一盘跟翻棋赢一盘，这个信心又不一样。嗯，翻棋意味着你给这个对手一个犯错的机会，你还能再将他击败，那就非常了不起了。是的，嗯。就是说如果是一盘棋的胜负的话，那可能还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对对，是的。但是翻棋的话就把这个运气的成分就降低了。降低了很多，对对对，是的。所以确实王兴浩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棋手。嗯。好，那接下来黑棋不能忍。对，只能走这边了。胡，然后那白棋长。嗯。这个黑棋要是站的话，这边一挡还是。对。啥也没走着。还得继续走。可是继续走的话，我怎么觉得这个有点危险呢？他就是白棋气紧，他还好。嗯。冲的话他还可以挡住。这个再去挡着。如果我打呢，那我就冲过来。啊。这样就变成了我白棋有点危险了。对。我这样哎呦这个被搂一圈不行。对，就算冲不掉，我粘上这个下边可能就完蛋了。所以白棋不能马上发动。对。白棋冲了一下，但白棋
不论怎么说，白棋冲一下已经获得大便宜了。对，这下很重要。这冲完黑棋两个断点。对，本来你看黑棋一手棋粘在这儿是一点断点都没有的，对，很厚。但是有了这两手交换，你黑棋不管怎么补，你都会有一个断点。补不上了，已经。是的，我看实在是补在了这个方向，因为你补这边某一段已经是拦不住了。哦，你这个已经拦不住了。对，你打了一贴，我正好一扳，很明显不行。不行，除非你利用到这种，但这种有损木，所以你不肯的话，粘在这边呢，将来这个断吃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隐患。对，很明显的啊，这个断点还不是那种，这个等于说断上去是直接是两手棋，对，打加长，对，直接分断了，跟我们普通的说的那种断点还不一样，就是比如说这样这种棋的断点是不一样，对对对，你断只是分断它，但是你这种棋相当于是这样，然后长到这儿了，对，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主要是很重啊，黑棋下边。这样，对，所以白棋给黑棋制造出这么大的一个断点之后再去做活，我觉得当初那个脱先还是成功的。确实是。那么黑棋现在，对，这个二五清分，也不肯补了，因为再补的话太慢了，黑棋。那等于被人连走两手脱先。对，白棋外面已经抢了两手了。好，白棋选择了尖，这个白棋应该也算是一个就是追求平衡的一招，因为正常我们看这个靠主其实实底很爽啊，但这样呢黑棋长完之后在意这个拆三，这个后市的这个断点啊可能就遥遥无期了，因为现在白棋这个子儿其实自身也不安定嘛，所以实际上他把它走后这个断点会越发的显现。好，原来是这个意思，这个是非常高级的一个战术。对对，尤其现在这个地方，如果走成这样的话，这个子儿是攻势是守势也不好说，所以他那个下法应该我觉得是叫追求平衡吧。平衡，对。所以其实我们在每一个局部的选择都是要跟大局连接上的啊，这个是围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所谓的大局观，就是这个这个因为这盘棋这个地方是有端点的，所以白棋选择呢先加强自身，希望以后能让黑棋花一手去补回去，对啊，或者我战斗出来啊，这个都是我为什么会选择外面的原因，对啊，如果选择里面的话，有可能像童老师刚才说的这样，就是这个断点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对对啊，是的，那这个就是一手棋嘛，这个棋就是分明就是一手棋，所以这个白棋这个选择这个均衡的这个下法是整体从大局出发做的这个考量之后选择的这么一种下法啊，这个思路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对对，也就是说都是定式，但是哪个定式更符合现在这个局面，这个就体现水平了。是的，也是我们下棋中的一个难点。对，是的，是的。这个我觉得王星浩六段的这步尖这样的一种均衡的考虑，不妨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是，有这么个思路。实战黑棋当然是进角了。白棋跳，哦，这个下法现在都是挤的吗？一般是拖。哦，对啊。对，但是拖完其实也一样，拖完它，哦，它是等于是挤完再搬再立，挤掉了。以前好像都是哦，这个拖怕吃吗？它怕吃，对对对，这个在这儿它怕吃，是，我也差点晕了。对，这样提完它可以立，提掉之后提我立，对，它就是怕这个。对，因为这样白棋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可能跟那个差不多，跟那个搬了打完虎，也就是说跟这个图应该我们都见过，长成这样的这个图有点像，所以他觉得可以接受。但是黑棋就防止这个图的话就单挤啊，不给白棋转身。但是单挤也有亏的地方。对，单挤就是将来脚上就是有一个缓气节。我们可以给大家摆一下。我记得这个是小时候。就是我们摆一道经典的死活题。对，我们摆过去的定式啊，过去的定式还我们还不知道白棋有搬这个。对。啊，我们是这么走。然后走成这样，白棋一虎，黑棋脱先了。脱先的话，这个里面首先白棋不太可能从这儿搬。对。因为从这儿搬的话呢，这个地方。有个双轿吃。对，有个双轿吃，白棋走的话，这个黑棋打完了以后还能加，然后提出来，这个白棋肯定是正常情况下是不能接受的。对。所以这个地方黑棋就永远不把这下挤掉。对。这个里面是进活，白棋点的话，黑棋顶住就是进活。对。但是如果你把这下挤掉，这个里面就不是进活了。这个里面。小时候的一道经典复活题。对。然后顶。顶。走。搬。好。对。
然后黑棋这个时候呢是不能立的，立的话这被白棋一扳。我们说的是局部，对、嗯，因为现在黑棋可以出来，我们说的指的是局部。对对对，就比如说这个地方有棋的时候对啊，然后这样呢，黑棋就没有办法挡了，这被一打，嗯，一挡直接死了啊，粘的话再一爬也死了，所以这个时候。白棋吼的时候，黑棋只能粘。对，啊，那么再搬，哎，白棋一搬，这个地方变成了缓气劫。缓气劫，嗯嗯，白棋走，对，走啊，接下来白棋收，黑棋可以脱先。对，啊，是一缓一气劫的一个大劫。嗯，那这个就是说啊，黑棋这个地方如果说走成这个定式的话，嗯，咱千万记得不要去挤。对。对，我们千万记得，如果被您走成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这个不要去挤它。对，这个局部是活棋，跟气有关系。挤掉反而不对了，对啊，跟气有关系、嗯、啊。那么，但是现在围棋又进步了，嗯，现在拖一个啊，之所以为什么陈嘉瑞先去挤了，嗯，是因为拖一个怕被白棋扳，对对，怕转身了。啊对、嗯，是这样，是这么个原因啊。这个，所以他去挤了一个，不要觉得他挤一个哦，那不是明显坏棋吗？对，啊，不是这样的，是改变了。现在拖这个的时候，白棋有搬这个的下法、啊。是的，他为了不让白棋搬，然后、嗯、就是为了取地啊，对，多给你转身的机会。嗯嗯，白棋糊住啊、嗯，但这样我们也知道，大家要知道啊，以后里边是个劫，对，是的。然后黑棋飞，嗯，这步棋很大吗？挺大的。现在就是如果这个地方白棋一边捞空一边威胁黑棋的话，还是挺大的。不过这边其实拆一个也很大、嗯，这两个感觉挺难选的。就这边拆一个，嗯、别让这个白棋再拆过来，也是有目的。嗯，毕竟中央这个潜力还是在的。是，嗯，这两个都挺大。嗯。然后白棋先点了一下，嗯，这个就是便宜，嗯，因为点完之后黑棋再怎么补也不会补出这个跳的效果来，嗯，所以这个是绝对不会亏的一手，嗯，细腻，对，然后横顶，顶，嗯，这个地方防冲断，这个地方白棋不走，黑棋有冲断，对，啊，所以顶一下之后呢，你再冲断我就可以吃了，对，啊、就可以暂时哦，就拆了这个，嗯，把这个抢了，很大，对。很大的一步棋，嗯，然后黑棋这个时候是去飞，嗯，继续还是对这块棋对安危有点担忧，嗯，就比方说我们说，当然这地方有冲断，但单冲局部想分段的话，嗯、白棋这个什么靠甚至拖都有，种种的手段，所以他去继续加强，嗯，做活，对，嗯。白棋跟着贴，白棋没什么不满的，你帮我撞凑，你帮我加强吗？这个拆四还是可以的。对对对，效率很高、嗯，无所谓。嗯。然后黑棋贴。嗯嗯。藏起来。嗯。那这块棋可以说是铁板钉钉的活棋了。对，彻底放心了、嗯。彻底放心。然后接下来我们之前一直说的那个，提上议程了。这个我其实有一个疑惑，白棋为什么不打掉呢、嗯？这个地方一直都有这个疑惑。最早的时候打掉黑棋应该只能粘吧，嗯，那这样我再活，现在打万一黑棋觉得你已经活得差不多了，我打外面的哦、嗯、所以是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打，嗯嗯，但是他如果就是打掉让黑棋去补的话，他是不是也有损的可能，嗯，但是如果你补我愿意吗，你花一手我还是愿意、嗯、所以这个不就这点损不足以说对对对动摇我这个、嗯、因为你其实现在黑棋就算刚才我们说补的话，那我现在粘上、嗯、你也没有借用了，但你打完你再补的话，我这其实还是有点借用的、哦、我这边点一点，所以这个确实是比较疑惑的一点，嗯，为什么不先打掉，对，因为确实童老师说的有道理啊、嗯、以后你这个既然已经活了的情况下，你要危及我生死，我当然可以从外面打，对对对、嗯、这个本身的目数其实是并不太多的，对，你吃我这个子能有多少目呢，对不对，嗯，所以白棋还是先打掉哈，对，感觉上打掉不会亏，嗯嗯，然后黑棋实战走到这儿，哎、嗯，这个位置会不会遭到白棋反击啊？嗯，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心情吧，应该说，但是成不成立得靠计算。嗯、那黑棋这手棋也当然是一举两得了，嗯，同时能够清消白棋这边的这个潜力，嗯、然后呢，把自己这个地方对啊。断点稍微对有一点点的加强一点加强，嗯，
那接下来白棋爬，实地重要。对，这个也是看看黑怎么赢。这爬了一家，如果你立的话，我这快活了。活得太舒服了。立的一瞬间，我估计白棋可能就要打了，问问黑棋到底怎么样。因为你立肯定对我还是有点想法嘛。是。实战黑棋就没有立，算了。退缩了。对。那么白棋应该还是很满意的吧？白棋笑纳打回来。打棋。打完棋。哇，黑棋小尖找尖，好像有点死，为什么不刺这边呢？这刺完有靠，好像是感觉应该是刺那边，想刺这边吧？是，刺这边，感觉是不太像好的样子。这边能有什么棋呢？这边没有什么棋啊。对，没棋，白棋就跟着你硬就好了。没明白为什么刺这边。所以找棋是不是还刺这边？对，刺这边这边还是有点味道，虽然你能搬过，但至少味道坏啊。对，而且还目数关系。对，除非他已经想好了，这个将来冲断就算了，就防这个就得了，我就刺一个也无所谓，刺哪边都一样，觉得。哦。可能是这样想的。那也是一种想法。然后提回来。然后黑棋递解。来了。来了。直接靠了，好。这个跟上盘棋出现了，上盘棋靠了一个大飞，这回靠了一个超大飞。对，但是格局是完全不一样。对，上盘棋相当于是黑棋一开始是捞空的情况，对对。那么他去这个选择了一种这个出击的方法，可能不一定是，适合他那盘棋的。对，这盘棋相对来说，我觉得白棋的子还都是在外边。对，持久作战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对，而且黑棋这个地方有个断点。但是感觉从那个靠这个断，估计这辈子黑棋都不会再招了。是啊，你说的对呀。所以是不是这个时候黑棋就不会再粘了？应该不会粘，这个时候肯定打外面。对，其实就是在做活之前打的，可能才会粘。是，那所以还是应该打掉好。感觉上打掉好一点。白棋靠。黑棋选择哪个呢？实战是选择搬这个。这个搬这个从道理上来讲是行得通的，因为这边更厚，他尽量从那边搬，白棋能薄一点。而且黑棋如果这边有子的话，比较有用，这边没什么用。对，两个铁头。对对对，就是效率上，子效上搬那边好。对，他还是选择了价值大的这一边搬。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基本上就是拼命了，感觉白棋要么什么搬过来长，要么就断。长实战是长的。长实战长。长，然后黑棋压。哇，这个拼刺刀。白棋长，是的。这个下一步也是够凶的。搬了一个。对，这是什么呀？这是这个就是说我不是我防守的问题，我要把你这仨吃掉。对，你还有点想法。是的。哇塞，这能吃掉吗？这个图，就是他如果去单纯的粘，好像有点道理啊。我怎么看了？单纯的粘这边白棋冲断它不太行，对不对？对。这样，他一断。对，这个不可能断这边，断这边都行。这个肯定是白棋有所斩获了。这毫无疑问，这还有挖，这还有断，这已经掉一个了。黑棋不行。对。那么黑棋那除了粘就没有地方可以下。走别的被打，直接出大事。所以他这个还是有道理。对。小将这步棋还是有道理。而且一眼看上去好像还可以啊，这个扳。是吗？就本来是感觉从这一碰嘛，我们在帮黑棋想办法怎么脱险，怎么突围。现在呢？这个陈家瑞同学的意思是，这谁要突围啊？我要杀你，这个太凶了。小将这个拼的还是很凶啊，这个拼的还是很凶。其实黑棋如果说寻求单纯的活的话，是不是搬这个还是能连上呢？能不能？那个白的我也断了，对，我如果就谈不拢了，也是有点难。对，确实，因为你贴到这儿，我还是长的问题。还是有这个问题。那这个棋，这个有点意思。这个这两盘棋都产生了一个这个靠的一个下靠在大飞或超大飞上，是的，靠断。对，那这个到底怎么样呢？这个搬到这儿，第一感是好像还真就没看出来白棋怎么走。我来走一走，我能走吗？我断。断，我应该是要推吧，第一感。你推。你推的话呢，我有可能这个局面有可能一招不慎就没了，我有点瑟瑟发抖，怎么办呢？
只能拐了吧，这没地儿下了呀，没地儿去了。没有，还能靠呀。哦，靠我肩住好像也差不多呀。哦，我还是死了吗？就是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就是被迫站在了黑棋的一边，但是我感觉黑棋似乎也有的一战，也有的一战吧。对，这个没有欺负你的意思啊。哎，那白棋这个怎么办？实战是怎么走呢？实战是冲白棋，如果长这个是先手的话有用。那长我一贴就已经没了。我拐，拐我绊住，我打，长，我走，你贴住我，其实，我没有看出来我怎么弄。贴你要长这个吧，应该。贴我要打这个。啊，打这个，那我就一路走呢。这是什么？你拐完了猴。我应该能跑，但我看你是不是要断这边呀、啊？走走看吧。我也没有办法，我只有三口气嘛。嗯，我应该是不太行。打。哦。哦。但你这样，你这边不就出来了吗？对啊，你不就给我机会了吗、这个？对。但是你如果单吼我，单吼你就尖呀。我单吼你就打完一尖。就能杀了白棋，黑棋就只有两期了。啊、哦，对对对，看上去你这个骗你的，最勇猛的招法也不好对付呀。勇不勇？但是我如果是啊，当然他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你如果尖的话，尖不行吧？尖被靠住，走哪都行。那你团呢？啊，靠这个。对。你团呢？哦，尖一个，尖是个好棋吗？有可能是个好棋，嗯，而且刚才我有个疑问啊，我贴这边的这棋，如果贴这边呢？贴这边你就这么打出去，哦，你就挖吃了再退，这样我能稍好点。嗯，刚才不是这样的棋形吗？我贴这个，你怎么想？我贴这边，哦，我让你再挖一下，能更好一点。是，就是如果你这么打出来，我只要不全死，我觉得我一个都能下。是，但你那我怎么办？我只能这样。你好像只能挖吃了对吧？这样我比刚才稍好点，你还是退嘛？对，比刚才强点。你还是贴，对，那就还是这个贴的问题。其实还是在这边战斗的问题。但贴你尖一个，我是不是不行啊？有可能，嗯，可能是一小尖。因为白棋这个地方是三口气嘛，长不出来气。对对对。嗯，黑棋只要长出三口气，先收气就可以。嗯，那还是黑棋。我看这个，而且白棋这个不能随便用，因为这个是自警器的。那看来这个黑棋好像这个招挺凶的呀。有点凶啊，你别说，这个年轻棋手还是火力很足。嗯，对，这样白棋好像相对来说难一点。嗯嗯，是，所以白棋不能这么下呀。结论反过来推的话，就是白棋不能这么下。那怎么办呢？实战他是先冲断的，先从这个方向冲断，这样就这口气没断的话，可能能逃掉。没有，他先断的，他哦，他就是先哎，嗯，他先断的，他先断的这个是吧？嗯，看一下，这样的话，哦，先断这个，嗯，哦，他就是这么下的是吧？是，嗯，然后贴。哦，就是这么下的。嗯，然后拐。嗯嗯嗯，对，是这么下的。打吃。但是这个时候，黑棋为什么不去走这步棋呢？嗯，是这么下出来的这个棋。哎，不对呀、啊，你走这儿，我走这儿呢。那我就算，哎，刚才是怎么摆的？刚才是贴这边的。刚才贴在这边吧。对。哦，那我就算了，我不要这下吧，我还是贴吧。确保安全。那这样就确保安全。那这样白棋可能打完长这个了，是不是？是的。哦，那还是不行，那打这个，所以我就得贴。如果不拐吃像实战的话，就得贴这个。哦。嗯。那我。刚才你是说走哪儿白棋？先拐。这个不行啊，这个我就打完一打就行了。嗯，等一下，我这个次序不好走。思路在哪儿？哎，这怎么办？那就是刚才那个棋形，确实是一个。这不是白棋很危险吗？是，白棋危险呀，这个棋。但实战其实白棋，我看了一下，后来我感觉也是相当危险。是吗？实战这个被吃掉了，
但当然了，如果能贴死更好，贴死，贴死白棋就。这白棋我怎么怀疑他会不会没看见这个小尖呀？小尖还是，哦，我看懂了，不会，我看懂了，这个棋，我再确认一下啊，他这个退，我就打吃嘛，长，好像我就是说，我摆的简明一点，我就当这个打先生走掉，这个靠是吧？看就给吃了，哎，我还是单靠吧，别打了，这下还是。不能为了看清楚乱走。刚才也在看这个。这个黑棋必须得贴出气啊！这个如果不贴出气的话，被打了一长。长。我可以先，对。就最简单，我先打这个也行了，甭只能贴。对贴。这样我，哎，贴我不会了。贴我退是不是也行？我退被你贴。哎，贴退就行了呀。哦，所以我没有办法收在这儿。对对对，这个打吃跟这贴线合了。哦，也就是说被 cos 了，可能是。被 cos 了。他们俩这个应该到这儿计算还是没有问题的啊，应该还是没读秒。要相信他们的计算。就是刚才那个小尖棋下不出来，换句话说，如果能下出来可以，但是可能做不到那个棋形。白棋有一家。能把黑棋。那这个他们俩对局当中，我估计得算个15到20分钟，是全部算清楚，不是那么容易的。没错，就是贴被一进，但是有一靠。哦，那这样的话，黑棋就死了。对对对，这样黑棋就死了。因为你现在如果想延气的话，白棋就不用什么打了一贴一长，跟这边杀气够了。对，所以两边杀气它是无法兼顾的。对，这样的话还是不行，黑棋。对对对。所以这个白棋。打完长的时候，黑棋没有选择贴这个。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在他这个计算范围之内的。你说黑棋还是白棋？双方。是吗？对，这个地方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视角来分析，我觉得白棋这一靠，应该作为黑棋来说没想到。然后呢，王先生在靠的时候应该没有全算清。但是扳了之后，他应该差不多能算。差不多。因为后面的差不多。对，因为后面的招法基本上还是有时间的情况下，应该还是。不能算一算，对对对，然后黑棋拐，这样我们可以看见白棋如果从这儿打出来，其实还是要送一堆的，对，是吧？这两个子可能就对不能要了。白棋的终极目的其实还是纠缠住黑棋，你打，这个黑棋不好再粘了，对。粘的话，把现在打出来，那这个黑棋将来还没活干净呢。这步打很重要，这个直接这个团到这儿，这个心情确实是没有。但是第一感是，白棋稍稍勉强一些，因为这个劫我只要把这两个吃了或者怎么样，只要这块别死就行。这块这块棋看起来也不容易死吧？这个这边还有一点点回家的机会。但现在黑棋可能也考虑不了那么多了，还是先应该得先贴吧。贴了，贴了，这样的话，这局不就是个打劫啦？对，打劫，但是白棋想打赢也很困难啊。这个黑棋打吃全都是劫，是，哎，那可是白棋直接就粘劫了，哦，消劫了，那就是，那真的是要杀这块，那因为这俩死了没法看了，杀这块可能是，呀，那这块能不能活呀？我们刚才说的被他这一下，感觉又不敢说了。感觉毕竟你得相信这个对局者是吧？对。黑棋这一步杀在这儿。其实可能黑棋觉得也不重要了，主要是这块活不活。对。跑他就打了小尖嘛。白棋吃个滚包肯定没什么用。是。对。那黑棋这步也够狠的啊。这步补的也是够狠的。这步棋就告诉你现在你就看吧能不能杀掉我杀不掉你就可以到位了基本上。好那白棋来杀这个刺激了刺激了这块棋。这块棋应该怎么办啊？虎吧。我们刚才说的好好的，就觉得这块棋没有问题，但是这么看这个黑棋这一尖还行啊，不过不尖更好。这就是说跟这个比，跟刺在这边比，否则这有靠嘛。是，但是尖至少对下面的眼可能。对我有可能以后这拱出一只眼是吧？对对对。那看来这位小将，我觉得
深谋远虑啊，这个棋。如果是他真的算到了，那他可能无敌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高手的这个一个嗅觉。嗯，其实你也不知道这手棋到底有没有用。对，但是他就能使得这手棋最后有用。是，这就是一个高手的能力了。哦、看看是不是真是这样。白棋点进来了。嗯，王星浩可能也不管你想什么了。嗯，我只能是下最狠的现在，因为那边的损失还是很明显的。是。嗯。所以当初这个碰，估计下成这个局面应该也不是王星浩能想象到的。嗯、杀他现在好像也是，应该是箭在弦上的一件事情、嗯，不得不发了。是的。嗯。再贴。可以去贴。嗯。这时候要是谁读秒了，可能这期就难了。嗯。嗯。那白棋肯定这个棋要冲。嗯。他这为什么不先在这边走呢？嗯。飞一个之类的。飞一个，当你出的时候再说。这个挖毡没用吧？好像，这为什么不飞掉呢？因为你出的话，我没法再硬了，我肯定是困在原位。但如果先在这个方向拦一拦呢？那我会不会就不让你拦一拦呢？挡住你是要断我是吗？嗯。哦。可能也没那么简单，黑棋不会束手就擒。是。嗯。我还要给你弄一弄。嗯，那实在单冲，有它单冲的道理吧？嗯。嗯。哦，靠上了，就是说担心黑棋这个有这个腾挪的空间。嗯，黑棋的话，单纯的去扩大眼位，这个棋是没有眼的啊、嗯，这个地方是不行的，所以这个也是腾挪。一个它这个地方其实是有先手的吧？哎，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图啊，但其实我看成冲先手，但是白棋不用冲掉、嗯。如果为了看清楚冲掉，就走这个飞离间，我挡住你断。我就打呢，强就真的是强行的给你刚一波是什么东西？我长，长我接上哦，然后你就一团，你粘是不行的，粘我冲我一冲一打带响嘛。哦，那你可以算了，嗯，算完这个把我走的那个什么之后再走。那你这么说的话，你打吃不就可以了吗？打掉是吧？嗯，打掉，然后再接上，哎，是吧？是这样吧？那不对，你什么时候打？对，还有一个时机的问题。嗯，不，我就这个时候打了，这个打完再打这个。嗯，这样你打的话，我可以粘上。哦、这个也是杀到了极致啊，应该是这样。啊、嗯哦，这样那确实是。这个黑棋好像甚至想要这只眼的话都不能长了吧？他被接，嗯，已经没了这个眼，对，嗯，哎，那这样好像还比较简明一点，是吗？对，看上去是的，不过他有可能会这么想啊，比如说我打吃，你打吃，那我这个不是也能活吗？这虽然说丢黑棋甲，嗯，但我你吃的时候，我这个先手我一冲活棋倒是没问题，对。所以王星浩应该是因为这个飞应该也是第一感嘛，他应该也算过、嗯、可能觉得活一半不见得肯。哦、嗯、就是要全杀。对对对。有这种可能性。这个时候我感觉就是头有点疼啊，这个要是还是我其实感觉还是比较有魄力的哈，王星浩这些。但是他们有一点好处，他们这个已经崩了，这边已经崩了，不用看了。但是他们在棋盘上看可能会比我们看得更清楚。对对对、嗯、大棋盘上看还是稍微是稍微差了点。对，谨慎一点、嗯、这个地方。嗯。实战白棋是冲这个。对，冲这个。嗯，也就是说他认为你这个地方是做不出的。然后先吃回来。先旁木也捞了，这一手棋下的，嗯、哦，太扎实了。因为这个还有一点好处，就是你黑棋这边没有先手了，对，再也没先手、哦。对，本来你这个最有先手，哦、这可能马上就会有眼了。对，嗯，但是看上去黑棋一场，感觉上啊，这白棋、嗯、也不是很好杀的样子。哦，哦，然后他在这边，如果这分段呢？他在这边靠这个，他、嗯、靠这个。又来了，就得利用这个角。说句实话，嗯，有的时候我觉得计算的时候，算到这儿的时候，你算到黑棋这块棋活了，然后当对方靠到这儿的时候，你就感觉头又炸了，对，感觉一切都得重新算过，是不是？对，除非你把目数全让了，比方说你什么顶掉，就他什么点你都给他了，嗯，但这种呢又
于心不甘啊。对，关键是你这个不见得够。对啊，所以下棋的时候确实是我这个深有体会，我就感觉前面算得非常清楚啊，很清楚我这个你要拦我，我怎么去做活。对，结果人家哎就从声东击西，就从另外一个地方来了。这有可能就是你没有计算到内的，而且有一点就是关键是你很有可能这个时候你是正在读秒的状态，对，你这个对你的压力可以说是。但是第一感实战黑棋又开始吼着你了，然后被，哎，这个我觉得不硬又怎么样呢？对呀，看上去不硬或者硬在别的地儿，因为你想这个地方的一手棋就很大了呀。就算粘上是不动，我就觉得，哎，粘上也不行。我觉得我肯定不硬了，我肯定粘这个，本身这个。这步棋就很大，对。那粘的话，白棋可能就你想怎样？占点便宜，点进来。哦，你不会要加我吧？那你要点这个，对，那就是便宜嘛，不肯嘛，可能就是实战，或者他有可能是不是先？这个我觉得白棋的便宜有限。先猴一下吧，先猴再点。啊，其实这也还好，已经就是后手活是后手活，但是就算了。有限，我感觉。对，对，这个时候黑棋。我觉得是得好好想一下呀，对对对，那主要是他这个顶没顶到眼啊，被一猴，他的下一步棋不是挡住，而是立的。那这个眼，我怎么觉得这手棋走亏了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会不会黑棋连完之后，如果说白棋这个能够便宜到这个地方，黑棋已经连不回去的情况下，还要杀是吧？还要杀，我这冲完走完顶，你还是不活吗？他冲了最简单的冲了一靠。然后挤完一冲一挖一尖还是没活，那这就是另外一回事，那就是那可能就不是黑，所以他要硬一个，是不是这样？那可能就不是这个黑棋好腾挪了，可能是就是说白了，白棋说我不杀你，你也不活，我只是在用一个最好的方式来去这个把你分段而已。这个没有想到，是本身就没活，看上去眼挺大的，但是这可能是确实是什么冲了一靠，没什么眼。是吧？好，那他这个吃还是有道理啊。我的意思是你已经已经到位了，已经到位了。而且一会儿刚才我们说冲了还要挖的话，那他这个吃还是有道理。对，他这个并不是一个稳健的杀法，他是最狠的。包括这步棋最狠的杀法。是的，我们误会了王星浩。是的，这个黑棋如果说这个地方是被分开的情况下，黑棋这边没有办法联络的情况下，这个局部黑棋已经死了。不知道这个挡有没有用，这看上去确实这么大一空间，这个惨绝人寰呐！这个事情是这样说，这这么大一空间就死了，我还是不太能接受。这切行不行？这不行啊！粘，因为粘太简明了，粘被冲了一靠，是一点棋都没有了。但是我贴呢？我贴贴你打手顶，但贴你不会走是吧？贴我好好看一下，贴我顶一个，你是不是也死了？没用是吧？这两个子儿的话，再粘回来没用。对，我这个还是走完一走就走。没有你先挖再冲再一冲还是一样。那这个难以接受啊，所以白棋我要是黑棋我也难以接受，就该我动都活不了。那白棋这个基本功还是非常扎实啊，这个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冲完一吃。是不是这个眼型就不够。那这个地方莫非王星浩早已经计算清楚，我相信是这样的。那只能说力量确实大。我相信他有这个能力。那这个顶我感觉更不行了。如果这个地方自己走都活不了，那这个顶更不像了。因为白棋实战猴，黑棋都是立的，那将来被冲了一般，这眼位不够，这白棋再一分段，那更没戏了，感觉。对呀。看看这个力量太大了。哦，一飞就是飞。那这个局部已经死了，这个局部。就是黑棋现在得需要靠借助外力，那借助外力的话，这个地方本来就没搞清楚，再借助点外力，这对对对，死了是吧？危险啊！那这个棋很危险，很危险。看看小江还有没有什么能够纠缠住白棋的可能性吗？靠的是这，白棋上。之前那个我搞不清王星浩算不算清，但到这儿我觉得他应该是搞清楚了。但是哎，黑棋这个是有先手的，对于捕获这一块，对吧？我如果这有一个子的话，我一粘我就活了。但你那个这儿有个子，这一搬好像也明显没气了呀。这个粘不能轻易用，这样。是。是这样，他冲，白棋就猴。然后再冲一下。再冲。这都不重要。白棋就粘。主要还是看这个。主要看这个地方能不能揪出点东西。接上。他选择了接上的话呢，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你不用想了，这个地方全部都是白棋的子儿。对，然后白棋冲。那就是刚才
他看来跟我们的分析很一致啊，下的，他就是冲了打了一点，就跟刚才那靠一样，就说白了就是这个先手走着了，对，打掉也不亏，他这下法还挺，就是其实跟我们说的一样，他就是最后利用了这个冲嘛，但是他为什么不冲这边呢？啊，冲哪边？他为什么不冲这边？啊，那跟下面还有关系，这外面还没走完呢。他冲这个有用啊，对下面哦，跟气有关系。对对对，啊，所以黑棋刚才不能轻易粘嘛。哦，现在呢，白棋也得利用这个冲，实际上还是利用了冲。哦，他是先起，我觉得这个哦没有先起，先他先走这个。黑棋管，好不容易活了，那边没活。对，这还挤挤的话，这个地方越来越干净了。我觉得白棋这个下法真的是非常的，黑棋这下也不粘掉，紧凑，粘掉一会儿跟断，不然没有点关系，就全跟着硬了。哦，没有粘掉哈。白棋一般。为什么应该粘掉？感觉应该粘掉。是，就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棋了，其实就是。对对对。打吃。这看起来不，这个选手对，好像不，不太像不能说是有棋，黑棋棋太紧了。冲。挡住，这个收气来讲应该是对的，黑了。打吃，断。断白棋先断打一下。打吃，这个断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哦，他就为了打个利是吧？可能直接对杀，这个断可能能延点气，否则被一气给闷死了。我们接着看就好。这个地方好像已经是必然的了，好像已经就是这么下的了。对，一立，看看，关键时刻了，打劫了。对，白棋长。如果提的话，这个棋是不够了，是吧？提白棋可能就尖死黑棋。然后这个地方活掉，但是好像活也，我这不会活不了吧？总是给我们这种意外的惊喜啊，王景浩。活应该能活，如果算挡先手一立应该能活，但应该可能不够了。活也不是，说实话真不好活。就是我挡往前，你先手就硬住。那活，这个地方有先手，对，那活了，那可能不够了吧？对，这边还有大的。而且上面因为这个地方可能有点先手， no, 对，对还是这个有点兄弟打架的意思。对对对，这边，然后那黑棋就立一个，在这个地方立应该一个劫就爆了呀，黑的。因为你这个地方实战就是这么下的，实战这个地方打吃，我劫财我肯定有呀。就或者换句话说，我现在找这个劫，难道你够吗？把这个本身劫还有，对，本身劫也有，我走这个你也不够。打这个，这打完黑棋就没了呀，因为黑棋没劫了，在打吃后手这里边没眼。这都不是劫，那就已经死了等于。那么黑棋。无奈没有这个本身劫也没有，只能走这边的劫。这个不是劫，应该不够吧？感觉。那白棋等于还是白死了一大块，其实还是等于白死了。白棋把这个削干净了。然后黑棋贴，白棋就点过来。一穿。哎，这一穿好像黑棋还没事，是不是不行，可以冲完加，但可能不够了。就是你冲了断的时候可以先打了再打，但是白棋就拐让你补回来，我挡住应该就不够了。这一盘都没有了。对，这个吃的就算再大，算上后包二什么棋，那确实全死了。确实是，最关键本来黑棋这个地方还有，对，还有什么棋呢？对，这个一下就不行了。所以还是没有办法，是认输了是吧？是这样。对，这一手白棋这手穿，是这盘棋的最后一手棋了。下面这样的话。这个黑棋就已经中派认输了。那从这整盘棋来看，感觉王兴浩的这个计算力确实是够强的。对，他给我的第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计算又快又强。对，是这样。可能也是这个练的太多了。尤其是在杀棋的时候，这种死活呀，基本功对非常扎实，能看得出来。这地方黑棋有点可惜啊，刚才被一夹。对。有点可惜。那其实这盘的小将陈嘉瑞发挥的也是挺不错的了，对，挺好的，给我们造成这么多的这种这个这么多的这个变化，而且这个中间我觉得黑棋还是有一点机会的。总感觉这个棋活的不像是那么容易死的样子，但一时半会儿确实白棋太厚了，也没看出来怎么就能活。没错。但是感觉这个陈嘉瑞
从这盘棋来看，还是下的相当不错。嗯，尤其以他的年纪来看，我觉得没错，相当可以。是、嗯，那么这盘棋呢，我们就先为大家讲解到这里了，也是祝贺啊、今天这两位进入这个下一轮的棋手。嗯，啊、那王星浩也是两次获得过这个新人王的亚军之后，不知道今年能不能更进一步？嗯，啊，我觉得。事不过三、哦、对，我们也可以一起期待一下。对，好的，那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再见。